谁给你的钱？大家。哎呦我的妈！谁给你的钱？我不会吃，你当然不会吃了。鼓起勇气包下，先看看，一脸嫌弃的样子，再闻闻，难道就这样放弃了？你不吃，反正我给你算了。我给你，我不吃了。那你不能吃，等我吃。哎，你给我钱，我吃。那滚！滚！干啥？钱，看我的。快，你放了。快点！为了10块钱拼一把，看吗？哎腰可以啊，有魄力。假装淡定而已，内心慌了一批，继续吃第二个。这个不吃虾的人今天，哎呀，一闻见那个虾味儿，不能吃了吧？包好了吃还是不吃呢？心里想，原来也不难吃啊。还没吃完了这一盘呢，我不能吃，我不能吃了，我两个。这我跟你说啊，这从来不吃虾的人，但是可能他不是，他家做这个味道，这个虾。那刚吃过的。而且它鲜味倒是，我还吃，哎，就跟那搁上了，我也吃过，是吧？对。20吧。嗯，涮羊味儿。20吧。啊！我说了，跟那搁上了吗？我正好吃一个。啊，就是意思你吃一个，我得给你10块钱。你要给我10块钱，咱不吃这猪。那我不吃了，那你这10块钱要不我来，我也没法吃。这个饭咱不吃，咱不吃。Nice。这价是最多的。我给你了。你做的是吧？点了，我哥。我的娘啊！哥，你的钱是谁给你的？刚才我话说给了我，你怎么？我的钱给哥了。你下午给他了？我给你的钱了，哥。给他了。干嘛？哎，是个钱是走，谁给你的？你给我的。对了，他不是在钱上那个钱谁给你的？你女的。对了，还在那。不在钱。啥？你给我的，你过来。对呀。大姐，我跟你说，我再好，我绕不过你。吃。吃饭呢。